时候晚会很多，旁边不是有电视墙吗？然后我不知道跳什么东西，我好像是跳，然后有一个动作这样子，然后什么过来，然后那个墙啊，整片这样啪，然后我就这样。金美也是这样。谁在演艺圈吃的苦最多？郭哥吧。嗯。因为他熬那么久。我觉得你也是啊。你从舞群转的嘞。哎，对啊。哎，你这样一讲，完全你赢了。你舞群来，人家也是道具来的。可是他比较辛苦啊，对不对？道具比较辛苦啊，他们要被骂。那我舞群的时候还好，跳错就是这样子就好。可是道具可以 A 钱啊。对啊。那也不是。那是男生嘛，因为那时候要开始讲。道具，你就是逼我 A 钱这个东西，那千万不能讲。对对对，好，冷静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你觉得是郭哥吃苦吃的最多？那秀，我觉得是美秀。为什么？他吃什么苦？我记得他以前后来去演舞台剧的时候很穷。是。舞台剧本来就没什么钱，又当服管，又干嘛干嘛干嘛。对，还管服装，对。甚至于可能没有钱回家过年，还借钱回去过年，让父母觉得很安心，干嘛干嘛的。然后就这样撑过来，一个人住在台北，然后花费，那时候还养男朋友。哇塞，对，有那一段，然后最后还被那男朋友骗。哦，还真不巧，我的男朋友叫瑞。哦，所以你觉得美秀比较苦？我觉得蛮苦的。很苦。那美秀她自己有跟你聊过以前的事情吗？有啊，我们都还会闲聊。对，因为我去他家喝酒。对啊，他做小菜给我们吃，对。哦，这样。对啊。不是，那你会跟郭讲你以前的事情吗？不叫，没有。比较少讲，但是他跟男生比较少讲，他跟女生常讲。哎，但是如果啊，我在拍戏的时候接到家里电话，有时候就很烦啊，爸爸要生病或妈妈生病什么的，我只要一挂电话，只要在我旁边吃芭辣，是。他只要看我脸不对，啊，就开始了。安娜，煮回锅呢？啊，我就说没有啦，我爸好像是射物线什么又问题。我一逛好，然后就开始又一直上线，射户线，射户线就跟人气有关。他真的就开始就是那种安慰你这样子，但是那时候觉得很棒，是我不用去开一个头讲那么多，然后他就用他的方式来安慰你。可是美秀，你以前是一个跳舞的嘛？嗯，那是什么样原因让你对戏剧表演这么执着？哎，其实没有执着哎。那你没有执着就几百块？我常常在想，我真的是糊里糊涂。没有，他说没有钱呢、啊。你应该是进剧团之后才产生兴趣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可能就慢慢演。而且你舞群跳个卡等你转不我跳个那个等西港跳个豆，你知道？我有时候跳新梅的，那时候好像是Oh Come and Dance Tonight 的时候，那个很重。然后那个时候晚会很多，旁边不是有电视墙吗？然后我不知道跳什么东西，我好像是跳，然后有一个动作这样子，然后什么过来，然后那个墙啊，整片这样啪，然后我就这样。金美也是这样，然后就一直跳，我们就不管他后面，就看你们后面，我就开始忙，怎么办？你赶快把墙子扶起来。你就从那一次转演员。哦，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没跳了，太危险。